词呢 ，if you have， 啊，十七节呢，那个若你当我是同伴，那个第一个当呢 ，vi 就是不是它的重要，因为是若，它连着若那就是它附属句 subordinate， 不是强调这个 vi， 因为 vi 是连着那个若，就是背了那个 vi 的武功的了。若你当我是同伴，下一句的动词才是他的强调，接纳他如同接纳我一样。你看十八节呢也是这样的 排法。十八节呢原文呢和本呢就是这样，他若恢复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身上。你看十八节呢就是这样，若看到吗？若，然后第四个字那个动词啊，它愧，这个动词呢，因为连着若呢，也是废了武功。若它愧你什么，或者欠你什么，是欠也是连着若的，也是废了武功。后面最后一个字才是它的，还是强调的动词，只是跪在我身上。你看到 VM 吗？ M 就是拼音命令，VM 跪在我身上。好，十九节，我保罗必偿还，这是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必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我。好，十九节，我保罗第三个字写，写了，用字首，我就偿还，然后看到二四十三吗？第二行，目的，为了不必说，就是第五个字 ，odi， 乃是你也欠我的。他很大声呢，就是为了不要说，目的不要说，不要说就是什么呢？你也是，你也欠。好，现在是几节啊？二十节的二十节哈，弟兄啊，盼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畅快，并望你使我在的心在基督里畅快。好，你看到十节那边呢？耶，看到第一个字吗？弟兄，我那个 vo 呢 ？vo 很少用的，也是祷告的，在主里面能够。从你身上得到益处。好 ，VO 呢之后另外一个 V 是 VM 是什么？畅快。第三个命令的，这个才是它的强调。好，差不多的啦，后面都是只有一个命令，就是预备一个地方给我。二十节，此外我还要给你为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靠着你的祷告必蒙恩到你那边。可以看到二十一节呢，那边有一个开始是 VP 的，看到吗？ VP 就不要了。VP 就是说知道你的顺服。但是你看和本呢，我写的是深信你顺服。你看和本呢就是很强调这样，但是原文的是 VP 来的，不是他的强调。强调是什么呢？知道你的顺服，你就怎么样啊？你就这你祝福，就是你就做。好像我做这样
好，二十二节呢，就是为我预备第三个字 ，we。好吗？大概就是这样了。就新月都讲完了。叶牧师没有那个了哦，他断线了。这几个重要的动词里面，对。那个叶牧师有没有你这样子的一个腓立门书？你大概有一个例子，你的大纲大概在会怎么写？你是我放，我当时在做，我在放。啊，他已经那，现在我发给那个。参谋士啊，这个是有新月跟旧月的网。好，我寄了给同工了。好吗？好，现在不要，我们就不要把握时间了哈。我教你旧月的，这个叫 Bible， 一个叫 Bible Hub， 发了给。蔡弟兄可以发给他们、啊、刚才我也发了在 chat 那边发了、啊、Bible Hub 呢你进去的时候呢你就看到呢、我给你看哈，我给你在网上看一个叫 Interlinear BibleHub.com 呢、第二行、第二行右边的黄色的 interlinear 看到吗？你们这里看到吗 ？interline 啊，对，你要按那个字，黄色的 interlinear 哈、啊，好吗？你们大家按啊，你们要按的，嗯、啊。看到一点吗？看到不到，看不到。这个就是重点了。对啊，第二行右边的 interlinear 啊，你按它。啊，你就看，你看到右边呢、啊，右边那个 Hebrew interlinear 啊、按 chapters 第一行 interlinear chapters 啊、按它好这里呢你看到左上边有 Genesis 的有创世纪左上面最上啊在上这个 bar你要点它呢，你就可以拉。不是，有 G E N 那个字 ，G E N G E N 那个字啊，点啊，你拉到一个叫 O Obadiah， 就是俄巴底亚书，有个 O 的字的。啊，对了，太丰富了这个。好，现在你打开你的和本，
你们有圣经呢，你可以念一念那个，也是同样的，我要你们找他的应位跟他的命令，好吗？好，这里开始呢，原和本就是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论以东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起来吧，一同起来与异动战阵。好，你现在回去，这个你就看呢，如果呢第一节呢，你看到下面最后呢有个 end 的字吗？就是说 now， 蓝色的第一行，蓝色的你看到全部是 noun 对吗？ noun 第一个是 noun， 第二个是 and 也是 noun， 第三个是 adverb， 然后说这个是说哈，也是 noun preposition， 然后第二行听到对吗？从耶和华圣者，然后你看第三行，起来好，第三这个你看到下面最后一行有个 IMP 吗？这里说cohort就是 let，第二个字 arise， 看到那个 arise 的字吗？前这个字前面再前一个字缺了一个字，你 let us rise up 前面有一个字的，对，那个是6965，看到 V Cal IMP 吗？IMP 呢就是 imperative， 最后一行，最低一行IMP 然后这个 arise 嘛，下面是 V Cal IMP 就是它的命令。所以呢，欧巴蒂亚书呢就开始呢，神就给一个命令，就是起来。然后呢，下一个字呢就是说我们就起来。以大征战。所以呢，其他你不必看太多了，你知道他气氛呢就是说起来，然后呢他就同意我们起来。与异动上阵那些不必理他了，起来，我们一起起来，就是这样啊。第二节，我使你与异动在列国中为最小，被大大启示。你看到第二节呢？这里呢？看啊，小。第二个字是小啊，那个 V cal 就是普通动词，我就使你成为小。第二节啊，成为小。然后呢，你看到在列国第四个字小在列国，然后第五个字 V cal， 然后这个字959啊 ，PRTCPL。PRTCPL 这是分词 PRTCPL
好，所以呢，如果你看第二节呢，有两个 V 嘛，一个前面的 V 是 VCAL perfect 嘛，这完全。然后呢，第二个 V 呢是 VCAL CAL passive PRTCPL participle 分词。所以你就知道呢，它第二节呢强调我使你成为小，然后和本呢在那个位置小，然后那被大大启示，启示那个字呢是 participle 来的，是分词来的。所以呢第二节呢你要强调呢神呢使他为小，那个被启示呢是他为小的小点来的。好，第三节也是同样的，在住在山岳中，居所高处的啊，你因狂傲自卑，心里说：谁将我拉下来呢？你看到第三节呢？第三节呢？第一个字的 pride 是名词，第一个字你的 heart 是名词。啊，这个是欺骗他，欺骗你就是他的 V Hifil Hifil 使你 Hifil 就是使你被欺骗了。然后第四个字 V Kel， 然后这个分词也出来了 PRTCPL， 就是你住在山洞的人，你住在山岳的洞的人，这个是分词来的。所以呢你不要强调，你讲到的时候不要强调他们住在哪里，他强调这是欺骗，因为这个欺骗是 perfect 完成式。另外呢你住在呢 7931呢是分词 participle。 啊，谁拉我下来也是 imperfect， 可以用，不是分词，分词是 PTRCPL。 好，第四节我很快啊，你虽如，那看到如呢我就知道是例子来的，都是不是它的重要，当如同如果嘛，若嘛，你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大窝，我必从哪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所说的。所以你看第四节，在网站，你看到第一个字 though 若，你知道若呢？连着的动词不是它的强调。若你往上飞，如一只鹰啊。并且 raw and though 也是来的啊， raw 你居在你的心有窝在那里，那第这里才是它的动词，我必拉你下来。为什么这个是动词呢？因为刚才两个呢有一个 raw 连着，就不是它的主要的。好，第五节呢也是一个弱的，强盗弱来到你那里，或强盗夜间而来，岂不偷够人吗？在的弱也是弱来到你那里，岂剩下的葡萄啊？所以你看第五节呢，弱第一个字是弱啊， if 那个盗贼来到你的家，不是他的重要的强调。若他们晚上来，强调呢，他们呢就怎么样，会偷了你，偷到他们够了之后。然后呢，之后有一个若 if 菜葡萄的来到你家，他们会不会留下任何东西给你呢？答案就是不会了啊。他的强调是他们会不会留下什么给你们，不会。好，第六节呢，
以扫的隐秘处和警备寻求他隐藏的宝物和警备查处。好，这样第第六节，哦啊，他会查处，就是要强调这个查处啊。以扫啊，他会收起来他的宝物，直到他边境啊，直到去到边境啊，然后呢，所有的人被勉强要用了哈、啊，其他人呢会欺骗你，胜过你。第七节的行哈、啊，他们会设备一个陷阱给你，没有人，所以就这样哈、啊，所以你看他的动词。好，第八节，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除灭聪明人？第八节呢？那时候耶和华说：“这里是他，我会毁灭这个妖了，没有了，只有一个动词。不要太注重那些智慧人啊、以动啊那些东西，他动要是除灭。好，第九节，提满啊，你的勇士必惊慌，甚至以招山的人。”都被杀戮剪除。好，这里呢，第九节，第一个要了惊慌，第二字你的勇士，第三提满，第四个字呢，直到他们会被剪除。好，没有了啊，很简单，惊慌啊，强调惊慌。好，第十节。因你向弟兄有个强暴，就会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好，第十节呢，没有动词的啊，这里有羞愧必遮盖你，并且你被剪除永永远远。好，十一节。十一节呢，就是说中文呢，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念血的日子，你竟站在旁边，向你如同伴，好，就是责备他。好，十一节你看到在，因为在呢。In 也是附属句、啊、在那天你站在那边，在他的陌生人跟外邦人进入他们呢，进入他们就因为在呢，你知道不是强调字，强调后面你是跟他们一起同伴，但是他没有特别的动词后面，所以不要特别理他。好，十二节，十二节呢？你弟兄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强傲的话。好，你就看到十二节，不，十二节开始，你不看你的弟兄，然后呢，你不应该欢喜，然后第三个不应该骄傲的话，所以你看到呢，只有三个责备他们。对吗？你不用负面的话来讲。
第十三节有继续的那个部和十三节原文就是我居民照日子，你不当进入他们的城门。他们在火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在火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他继续平衡式的，不可以进入我的子民，不看他们的痛苦。然后第六个物，你不应该抢他们的东西。啊，还有啊，第十五，啊，还有第现在十四节，十四节，你不当站在风口，剪除中间的桃子，你不要指，你不当将他们省下的人交到敌人。刚才是六个步了嘛？十四节，你不应该站在那个十字口啊。好，这个我要强调了。你看到这个 infinitive 吗？这个是它的目的，剪除那些已经逃难的，然后你不应该叫他出来。我说刚才新约呢有三个主要的文法嘛，一个是因为，一个是目的，一个是命令，刚才对吗？第一节起来已经是命令了嘛，然后它有一个因为的哈。这里呢十四节呢你就看到那个第一行啊 ，to cut off 那个是目的。目的呢字呢在旧约呢叫 infinitive， 这个 infinitive 呢它要指这个希伯来文有一个 L 的动词，看到吗？3772那个字啊，3772那个字呢 to cut off， 因为 to 呢就这个给你知道是那个目的，所以呢，这里呢，全部讲的，你有一个目的，是要剪除你的弟兄。所以之后十四节呢，就差不多一样的了，全部都是很平凡的，都是 imperfect 这样，或者是分词。但是呢，这里有一个很重要，出现一两次罢了，就是 to cut off。他 to 什么呢？他目的是什么呢？你站在十字口，为了要剪除，目的就要剪除你的弟兄，那些离开的、逃难的，你要剪除。所以呢，俄巴底亚呢，以前我听过这次 啊毁灭毁灭，但是我现在明白那个文法呢，我就知道他们的目的，其他是动词来的，但是呢，这里一个目的，移动呢就要剪除。不要给他们有后代，以色列。所以呢，俄巴底亚就写这本书呢，他中心点呢，开始已经讲了起来，但是呢，这里呢，有讲到他的目的了，责备他们呢，他目的要剪除逃难的以色列人，交他们给他们敌人。好，我就业差不多就讲完了哈，你用了我的文法圣经。你用那个网站，你就大概就那个命令呢，那些因为呢，那些目的呢，我全部用不同的颜色的，你就跟着它的方式，然后你用这个 Bible Hub 来对，因为这个成长啊是需要很长的，我一天可以教你，但是你要教你的留意三个命令、因为跟目的。你就大概知道作者的原意是什么了。好，我就快要去团契了，你们有什么要问我吗？好不好用？是三次跟你们讲了，好不好？